杂嘛。下午两点十分，在山东省邹平县一条不起眼的乡村公路上，有几辆黑色轿车停了下来。看到路边有人，车上的人径直走了过去。路边有三名男子正在吃饭，车上下来的人以问路的名义与路边男子交谈。多远还、啊？哎呦，这是他是那个滨州公安局侦察支队的。见到陌生人，其中一名男子举止变得反常起来。男子背对着我们，我们没法确定这个人是否是我要抓的宋强。车上下来的人是来自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公安分局的民警。当时我们观察地形呢，发现这三个人吃饭地点南边是一个水沟，再往南就是农田。如果嫌疑人警觉逃跑的话，我们抓捕将会很困难。你叫啥？我叫苏公民。我看你身份证。身份证我们拿。就在这时，背对民警的男子朝身后不自然地看了一下。这时候我们就与那个看到了那个背对着我们的正脸，一看就是我们抓宋强。喂，走来。那么这个名叫宋强的人到底涉嫌犯了什么罪？事情还得从2015年4月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公安分局的一起报案说起。2015年4月7号，货车司机张先生拉着一车货物准备去山东潍坊。当车开到淄博市临淄区时，张先生发现车上的货物被盗了。他是当天晚上从济南拉出来一车塑料颗粒，然后呢那个经过咱临淄，经过三里国道，是往潍坊方向走。张先生开大货车十几年了，对山东境内的路况十分熟悉。事发当晚，为了节省成本，张先生没走高速公路，选择了国道和省道去潍坊。出发前，张先生认真查看过大货车，货物码放整齐，并且上面还盖了篷布。结果他行驶到临淄区309国道凤凰镇凤凰路口附近时，他整理货物，结果就在整理货物的时候，发现他那个大货车右后侧篷布就被割开了。接到报警，办案人员迅速找到张先生，向他了解基本情况。报案的时候是被盗了4.5吨，价值损失价值在30,000元。高速行驶在公路上的货车竟然会发生货物失窃。据张先生回忆，他开车从济南出发，一直开到淄博市临淄区的凤凰镇才停下车来。如果不是要准备整理货物，张先生怎么也不会想到，原本后车厢上盖得严严实实的篷布上出现了一个大口子。让张先生更为震惊的是，篷布下面的货物少了一半。可以肯定的是，篷布是被人破坏的，而且是在大货车上路之后被人破坏的。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为什么司机张先生一点都没有察觉呢？篷布下面的货物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被偷走的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高速行驶的货车，货物频频被盗。报案的时候是被盗了4.5吨，损失价值在30,000元。国道、省道、高速公路，监控拍下鬼魅身影。跨境追击，警方如何擒获飞车窃贼？货车黑手，一线正在播出。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对这起离奇的失窃案件展开调查。敞开式的货车吧，它都是用那种篷布加盖以后，然后用那个绳子封起来。当发现的时候，它的篷布那个绳子已经被割断，篷布也被割烂了。绳索和篷布是人为破坏的，那么是谁对张先生车上的塑料感兴趣，
他们又是怎么将车上的塑料颗粒偷走的呢？就在办案人员对这起案件展开调查的时候，临淄警方又接到了一起大货车失窃的报案。4月26日凌晨3时许，我们又接到一起报案。当时是德州的高先生，他是从德州拉了一车饲料，是往那个青州送。结果呢，他是当时走的这个高速公路。据司机高先生讲，案发当晚从德州出发后，他一直走的是高速公路。从济兴高速临淄下路口下了高速。高先生准备走309国道去青州。当他走到这个临淄麒麟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就发现半挂车后侧那个封的那个篷布那个线就被割开了。高先生的货车上丢了80多包饲料，这对一个从事货物运输的司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损失。配货他就是从中间挣这个运费，一车的话运费大概能挣也就几百块钱，但是如果是在这个运货途中，如果是货物发生被盗发生损失了，这个赔偿是要由货车司机他自己赔偿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临淄警方接连接到2起大货车失窃的报案，分局领导决定成立专案组对案件展开追查。很显然，这是专门针对大货车实施盗窃的系列案件。这些案件它在发案和作案包括报案，它都是不是在同一个地点，因为它这种案件情况是在甲地拉货，然后中途运输，在乙地，然后被害人发现这个被盗了。被害人对他这个货物被盗的这个详细的作案地点，具体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被盗的，这个被害人他自己都不知道。受害人的报案地点并非是发案地，中心现场的缺失无疑给警方侦破此案带来难度。虽然当时我们不能确认是同一伙法的分子所为，但是这些案子的作案特征、作案规律、作案手段都非常相似有串并案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就专门成立了专案组，对这案子进行综合的串并和研判。专案组分析，能从大货车上将80多包饲料不留痕迹的偷走，应该不是一个人所为。除此之外，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应该驾驶着机动车辆。根据这些分析判断，专案组决定采用视频反追的方式，沿大货车行驶的轨迹查找线索。通过我们那个图像信息，能从里面获取到他这个被盗货车一些这个活动的一些轨迹和信息，通过他路线能不能获取他这个货车是从哪来的，经过了什么路线，能获取到他这个一些轨迹信息，从中能不能发现作案车或者是作案嫌疑人的一些信息。此外，专案组还向案发地点周边地市发出协查通报。从海量的图像信息中，侦查人员查到了嫌疑人的蛛丝马迹。这一伙法的嫌疑人驾驶的车辆都是这个大牌的货车，他们作案地点跨度非常大，在淄博市好几个区县，在我们的周边几个地市都有作案。侦查员调取了这些可疑货车的车牌信息，他们发现这些货车车牌全部为套牌车辆。经过一段时间串并就在淄博市其他区县包括这个其他的地区，根据他作案手段还有作案时间，根据这些特点串并了案件达100多起，我们统计了以后的损失价值总共在500多万元。经过几个月的侦查，临淄警方基本上摸清了这伙嫌疑人的作案特征。这些专门偷盗大货车的嫌疑人，他们的行为具有以下的：一，他们所选择的侵害目标主要是敞开式货车和集装箱式货车；二，他们实施扒窃的地点主要集中在淄博市周边的国道、省道以及济青高速公路上。
三，他们通常选择在晚上的10点到次日凌晨4点之间实施作案。然而，由于视频条件有限，临淄警方始终没能确定嫌疑人的身份。多辆嫌疑车，十几副假牌照，窃贼诡计多端，视频追寻，全力出击，警方锁定疑犯藏身窝点，货车黑手一线正在播出。从海量的视频信息中，侦查员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规律。嫌疑人的作案时间基本都是在那个晚上的22点以后到次日的凌晨4点左右这么一个时间段。为什么他们选择这个时间段呢？因为在这个时间段，货车司机一般那个在国道或者是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他这个是处于一个疲劳期，包括视觉疲劳，包括身体疲劳，都非常疲乏。加上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案发地点光线不好，基本上没有路灯，也为犯罪嫌疑人疯狂作案提供了便利。当时应该是调取了差不多得上半个小时的视频侦查信息，包括有那个沿路的，因为我们对中心现场发现就是什么时间，就是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他那个作案地点那个监控影像。由于高速公路上电子监控较少，侦查人员只好将排查的重点放到国道、省道的路面卡口监控视频上。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从这个里边然后筛选的时候，就从里边一个被害人的那个货车他的轨迹包括图像里边，就发现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一辆白色的货车进入警方视线。这车辆是一辆白色的奥林一个货车，那这个货车那个作案的时候就跟那个被盗货车是并行，没开灯。这张治安卡口拍摄到的照片给案件侦破带来了曙光。和货车一起并行，在并行期间开始作案。在十几公里外的一个治安卡口，侦查员又发现了这辆白色轿车，这一次他更换了牌照。在这张治安卡口的照片上，侦查员清楚地看到三名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电子拍照，他们全部戴了口罩，将自己的面部遮挡得严严实实。警方分析，在这些犯罪嫌疑人中应该有飞车扒窃的前科人员。通过追踪，我们就获取了非常有价值的一些信息，发现这嫌疑车来去不管是走国道、省道还是高速公路，它都奔着同一个方向。顺着白色货车的活动轨迹，专案组将侦查方向聚焦在了山东省邹平县。就是来去走高速的话，它会从高速公路的邹平下路口路高速或者下高速，在省道和国道，就是它走省道和国道方向的话，也是从邹平这个出路口。专案组分析，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极有可能在山东邹平。根据那个以往那个办案经验的话，如果是嫌疑人在这带活动，说明他有非常熟悉的人员还有地点，因为他为了有利于作案，包括那个存放那个赃物，他肯定会找地方，一是存货的地方仓库，二一个是居住。结合几方面因素，专案组分析嫌疑人极有可能就是邹平人。经过图侦分析，又有几辆嫌疑货车进入警方视线。我们就通过这一条线索梳理出来了5辆奥林货车。在淄博市好几个区县，在我们的周边几个地市都有作案，今天在这里做，明天就跑到别的区县去了，而且这个驾车牌有几十副之多，都不重样。除此之外，侦查员还发现出去结伴作案的嫌疑人并不是固定搭配，相对固定的是货车的驾驶员。对这5辆奥林货车，我们就重点开展了一些轨迹分析还有研判。很
很快，一个叫刘国的人进入警方视线。刘国1972年出生，山东省邹平县青阳镇耿家村人。发现这个刘国以前因为这个扒窃货物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好几次，也就是扒窃货物前科人员。为了弄清这个团伙的人员情况，专案组派出一路侦查员来到山东邹平，围绕这个刘国平常的交往人员和活动情况重点开展了工作。我们当时为了获取主要的线索，包括他的通案犯，包括他的作案车辆、活动轨迹，还有他的存放赃物的仓库地点一些情况，我们当时派了一路侦查员，就专门在邹平围绕这个刘国开展工作。在哪里？我们发现有一处院落，应该是这伙犯罪嫌疑人的隐藏赃物的地点。在就那往来回来，这一趟仓库啊，在前期的侦查上下了很多的功夫。在邹平啊，前前后后待了一二十天，民警有的慌张成民工，有的慌张成这个收破烂的，有的呢就直接伪装成小商贩，围绕着犯罪嫌疑人的住处、销赃的地方，进行秘密的取证、守候和跟踪。但是，当侦查员秘密来到这个窝点，准备固定证据时，他们意外地发现，这里并没有嫌疑人盗取的货物。作案之后啊，立刻销赃，自己吧联系了自己的销赃人员，很少临时寄存，就是除非有那种特别那种稀奇的物品啊，他们一时销赃不了，他才往仓库里放。这个仓库就是嫌疑人用来临时存放赃物的地方。临时一放，但他们会想办法立刻销赃，就是有时候他们扔掉，他也不会说长时间保存。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3个月的缜密侦查，临淄警方终于查清这伙犯罪嫌疑人的人员构成情况和基本活动脉络。通过这接近3个月的重点围绕这个刘国开展工作以后啊，就发现了刘国的另外2个犯罪集团，比如说加上刘国总共有3个犯罪集团，另外2个就是以赵学伟首的，再一个就是以这个宋强为首的。赵学1976年出生，山东省邹平县青阳镇西窝陀村人。宋强1973年出生，山东省邹平县明吉镇南宋村人。在这3个团伙中，除刘国、赵学、宋强外，其他成员并不固定，3个团伙中的成员时常流动，交叉作案。经过3个月的侦查，临淄警方基本锁定了这伙飞车扒窃的嫌疑人，也初步的掌握了他们涉嫌犯罪的证据。然而，又一道难题摆在了专案组面前，那就是如何能够顺利收网呢？经过这段时间的侦查，侦查员发现长期出没在公路上疯狂作案的团伙一共有3个，而且这3个团伙的成员基本上不固定，他们时常会流动交叉作案。嫌疑人几乎每天都会开着车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公路上作案，要想在他们作案的时候将他们一网打尽，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此之外，侦查员还得知在每一辆作案的嫌疑车辆上都放有刀具、汽油瓶、石块等等，有的甚至还有枪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专案组选择在嫌疑人作案时抓现行，那么嫌疑人很有可能会用存放在车上的这些危险品来进行反抗，如果这样就会对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最后经过仔细的推敲，警方决定放弃抓现行的方案。多方协作，警方智擒窃贼，悉数落网，悔不当初。诱惑面前铤而走险，货车黑手一线
正在播出。2015年10月22日下午5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公安分局调出120名警力，枕戈待旦，准备去邹平县对三个犯罪团伙的嫌疑人实施抓捕。去了以后，对银行保护人民安全、组上人民安全、代理人民安全、信息人民安全。10月23日凌晨4点，吃过早饭，120名办案民警乘坐23辆车，先后向邹平县集结。如果我们在他们外出作案的过程中，作案以后人赃俱获，这样呢，有几处不利的地方。第一，他们有时候这个车上放着这个卡刀拉烧瓶石块甚至枪支。我们如果贸然抓获下行，他们容易进行激烈的反抗，对这个无辜的群众还有行驶的车辆容易造成很大的伤害。还有很大的原因呢，就是我们抓下行的时候，很难将这三个团伙同时打掉，因为他们有时交叉结伙作案，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分头作案，又来这个区县了，又到那个地市了，还有时候他们不出来，这样呢也难以将这三个盗窃犯罪集团同时打掉。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下了高速以后到那个微信群里那个地址，先不要赶到那个地址。山东开路知道。上午10点，专案组的民警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陆续到达指定地点。点部署就位，等待前方侦查员的消息。大概上午11点左右，前方侦查员传来消息，说这个嫌疑人刘国和赵凯，在一个宾馆内和朋友打麻将。一路侦查员在副大队长王新民的带领下，驱车赶往嫌疑人出现的地点。根据指挥部要求到达宾馆附近进行了潜伏。当时我们知道的情况就是这个刘国和赵凯在宾馆内和朋友打麻将，具体还有谁在哪个房间我们不是很清楚。进去门口这边有个展示的楼梯，楼梯这边有个小伙子往里直走，他就来这边打麻将，或者两边他在里边忙忙忙一下进去，就来底下过道里。我们观察呢，这个旅馆是一个沿街的二层楼，除了前门之外还有一个后院，后院也有后门能进入。当时我们抓捕的最大困难就是我们对这个旅馆地形里边的地形环境不熟悉。虽然临淄与邹平相距不远，但是两个地方在口音上存在很大差异。我们的口音和当地口音有差异也不敢贸然进去。如果那个我们稍有差错，抓捕失败，整个行动就前功尽弃了。当时我们观察好地形环境之后做好了抓捕准备。十几分钟后，侦查员们接到行动命令。指挥部下达抓捕命令之后我们抓捕组分两路，从后门和前门迅速进入。来扣子，这就是后门，就是这样。当时从后门进入的民警正好与在后门隔断内打麻将的刘国赵凯碰面了，直接碰面了。再报警，你会扣子了吗？你会啥？你会串的，你会串的。我们民警当时就将那个赵凯抓获了，当时刘国起身逃跑，被我们从前门进入的民警也抓获了。当时整个抓捕过程就持续了10几秒的时间。刘师，靠谱的，还有靠的吧，还有靠的吧，包子，什么包子？靠的。
什么东西啊？没钱吧？没钱。是啥？查。下午2:10，前方侦查员传来情报，另外一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宋强出现了。抓捕地点位于一条乡村公路旁，路上行人很少。我们如果我们那个抓捕组大量车辆经过的话，肯定会引起嫌疑人的警觉。为了不打草惊蛇，贾莹和另外两辆车上的同事在路上仔细搜索着目标。我们就发现有三个人在路的南边吃饭，其中一名男子背对着侦查人员。我们没法确定这个人是否是我们要抓的宋强。然后呢，当时我们观察地形呢，发现这三个人吃饭地点南边是一个水沟，再往南就是农田。如果嫌疑人警觉逃跑的话，我们抓捕将会很困难。多远还？滨州公安局治安支队的。首先确定这个背对着我们男子是否是我们要抓的宋强，然后呢，我们就下车，以问路的形式过去找他们。就是我们过去就说我们是自驾游迷路了，要问路。当时这时候我们就与那个看到了那个背对着我们的正脸，一看就是我们抓的宋强。你叫啥？我叫祖红明。叫啥？祖红明。祖红明。当时我们的民警就围着他，同时招呼其他抓捕组成员。问他，叫什么名字啊？看那么熟面熟啊！当时这个宋强还说，我叫宋兵。我看你身份证，身份证我给他，我拿。我拿的。这时候他也感觉到后边有人和车过来，神情开始紧张。过来，走来。好，别这边，不要急，慢点。走。快随后，办案人员搜查了几名犯罪嫌疑人的家。在嫌疑人的家中，办案人员搜出了一些他们飞车偷来的赃物。在上城区，城区还有一个叫刘康的，一个叫刘淑芳的。晚上8-9点吧，我们基本上三个集团的犯罪主犯、主要嫌疑人都被抓获。至此，这个长期盘踞在山东济青高速公路及周边国道和省道上的飞车贼，被临淄警方成功打掉。你是从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干这一行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哪一年？时间哪一年？说啥意思？就是你做这个扒货呀，这个事儿啊。从2005年，从以前也干过，以前干过都出来了。哦，你最早的时候你是从哪一年开始？最早的时候从91年的。91年开始干。他一说干上一点吧，就不干了。在一家企业，刘国找到一份工作，
但是没有多久，好逸恶劳的刘国就辞掉工作，又干起来偷盗。作案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联系的？这个不用联系，就我咱们是在下午在一起吃饭就说好了，这还不用联系，用不着联系，因为都认识。怎么去找这个货车的？怎么去找？就在公路上开着车溜达到外。溜达到外头过去吧，就用镰刀试一下，试一下是自己要的就拔的，不要不是的就不要。一般出车啊，一辆车是有三到四个人，一个人负责开车。一般这个负责开车的是主要的计算手段，因为这个开车需要技术活，他需要贴车，而且非常危险。如果他控制不好啊，有可能同伙就可能有生命危险。会不会有生命危险？绝对有。那有的话，那你们为什么还要从事这种？人家会呗。面对金钱的诱惑，刘国、赵学等人铤而走险，几乎每天开着货车到邹平周边的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上作案。他们盗窃的物品啊，从这小到这个方便面、牛奶，大到这个冰箱、空调、轮胎，几乎什么都偷。而且他们有自己有日子，就是每个月农历的初一、十五、逢九的日子，他们不出来作案之外，其他几乎只要天气允许，他们每天都会出来作案，而且每次都不会空手回去。那你们偷来的这些货都是怎么处理？都有自己客户，专门负责销售吗？他收破烂的，什么都能要。在公路上，这些犯罪嫌疑人利用夜间光线差、司机容易放松警惕等因素，屡屡得手。在刘国等人的教唆下，一些年轻人也加入其中，张凯就是其中之一。你们把这个货车的货物啊，扒下来以后，都是怎么处置的？怎么处置啊？我不知道。张凯1986年出生，山东省邹平县青阳镇人。小销赃，我自己的销赃人员，我不会告诉其他同伙成员，其他同伙成员也不会来问我。你在这个车上主要干什么？主要就是卸货，背后的背货。有没有危险？他一刹车会朝晃下去。那知道危险，为什么还要干这个行当呢？一是证明啊，第一是假的，对不起黑的喽，哎呀。短短的一天一夜的时间，我们就抓获了八个犯罪嫌疑人。后来经过突审，又抓了几个同伙。这个案子破获以后啊，又经过大量的查证发现哈，不光是我们省内的17个地市都有涉案，像天津、河北，很多货主都被盗过。打的这三个团伙吧，截止到现在，我们林芝区没有再接过类似的案件，也是从一认定哈，这一伙的人呢。前期这些案子全是他们做的。我们在抓捕的同时呢，注重了追赃，啊，追回了大批的这个空调、电动自行车，包括一些面商，啊，给企业、给个人呢，都挽回了很多损失。在高速行驶的大货车上实施扒窃，稍有不慎就会从车上掉下来，卷入到行驶的车轮中。这种危险性，嫌疑人是知晓。据刘国等人讲，在每次作案前，他们都会约好，万一出事了，活着的人要好好照顾死者的家眷。但即便知道危险，知道不可为，面对利益的诱惑，他们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失去了理智。可以说，警方的这次行动不仅是打击了不法行为，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也是一场挽救。因为如果这样的危险行为再持续下去的话，那很难说嫌疑人明天还会安然无恙。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